欢迎各位嚟到今晚嘅国际大棋局。今日嘅主持有我阿 Ken 同埋文俊卿嘅。文俊卿系咁啊，今日咧仍然系啊，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咁阿声啊差啲啊，即系都系食咗开声药咧，啲效果咧始终系即系冇咁显著啊。因为阿 Ken 哥咧，我哋去录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哋系有成个几钟啊，就系等把声开翻啊。一路咧係通住電話咧，聽哥知個情況啦。咁啊，聽眾們咧，琴日有好多留言啦。咁主要話休養嘅問題咧，同大家講一聲，明白嘅。因為而家咧，其實我係放低咗好多工作上嘅嘢啦。咁有部分嘅譬如話要湊住啲客啦，要去跟部分技術嘢咧。咁啊，聽哥好幫手啦。聽哥係花佢大量嘅時間去協助我啊。咁另外咧，我自己譬如一啲相關嘅工作咧，啲客人咧都好體諒，即係話係知道我身體情況咁樣咧，佢哋都全部延期啊，一個星期或者係延期啊十日，咁啊起碼咧呢一關咧一定係要即係平安攬過曬 ，OK 曬啦，先至係以最周全嘅情況嚟到講嘢。因為事實上咧，琴日有樣嘢咧，阿 Ken 哥都講過，即係目前咧，就算我行得係遠啲咧。可能個人啊都有時要唞氣啦，咁啊 Ken 哥有時要扶扶我啦，咁、那個情況真係一定係要，就算係出咗嚟都好咧，都起碼要有翻一個星期咧，去休養翻啊。咁啊，另外一方面啦 ，Ken 哥都即係介紹咗啲中醫過嚟啦，咁啲中醫界別嘅前輩啦，都即係好好啦，即時又俾啲藥我啦，起碼啲藥咧係有啲舒緩嘅作用嘅。如果真係靠食西藥啊，嗰啲日日食到我塊面都歪埋嗰啲咩抗生素啊！你嗱淨係食抗生素，我諗我死咗啦 ，Ken 哥。有時啲嘢真係大家啊，真係聽我講過來人經驗，瀨曬嘢之後咧，話俾大家知，即係有時大家咧點都好啊，即係有時一啲小問題咧係冇所謂啊，傷風食啦，邊嚟痛冇事嘅，下下就咁樣嚟㗎啦，啲嘢就係咁樣坐艇㗎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咧之前咧有位聽眾咧喺我哋即係講緊啦，咁我闊別咗大家一個月啦。咁之前咧其實冇耐咧，我哋有位即係資深嘅聽眾咧，又因為呢個併發症啊，咁就即係過身啊。咁佢嘅屋企人咧就幫忙處理佢後事啊，咁啊要去同香港政府啦攞翻啲死亡證啊等等嘅嘢啦。其實佢嘅家屬咧係好辛苦嘅。咁喺呢段時間咧，其實雖然我係冇做節目，但係佢哋都同我去溝通啦，同我聯絡翻啦，講翻個進度點啦。咁其實我都喺度，首先啦嚇，即係同佢屋企人，尤其是佢嘅遺孀咧，要講一聲辛苦佢啊！即係我好明白呢個情況嘅。咁另外佢哋屋企人咧，其實有聽我的節目嘅而家，咁就都聽到我把聲咁樣咧，都話文俊啊，真係休息一下咁樣，放心。咁我一定係即係慢慢去調理翻咧，最少把聲咧。看看我會看看幾時可以好一點啦。咁啊 ，Ken 哥啊，係咁啊，今日翻嚟咧，其實咁有好多話題咧。其實呢段時間闊別咗咁耐咧，咁冇理由呢段時間闊別咁耐，乜嘢冇發生過啊嘛。咁有好多嘢咧，亦都有一啲咧早前嘅工作嘅嘢咧，咁啊可以同聽眾分享翻嘅。但係有一個情況咧，叫做呢個咧係比較呢今日啊，同琴日咧係好熱烘嘅一個話題。咁啊，國內咧有一個高官咧，即係呢個咧係哇國家領導人級別，就係呢個咧搞開外交嘅，負責咧就係對啲唔同國家啊，總之搞啲對外嘅嘢啊。咁啊，一個最後生上到位嘅人，呢個人叫咩名咧？咁啊，同咧我最愛嘅呢個林峰咧所做嘅角色咧同一個系列嘅喎，就秦始皇啲後人嚟嘅喎。阿 Ken 哥知唔知邊個？顶噏头仲癫啲，我知你讲边个？呢个叫秦刚，系秦刚，秦刚系。咁秦刚呢两日咧发生啲事咧，发生咩事咧？第一，咁啊，截到今日啦，大家听节目呢一日啦，即系今日我冇记错系星期六啊嘛，系咪十五号啊嘛？咁你截到今日十五号咧，佢消失咗 ，total 消失咗21日，系啊。咁跟住咧。消失21日咧，其實佢呢個位置咧就唔尋常嘅，因為其實佢係對外嘅外交部嘅。咁外交部咧，其實大家好清楚，外交部最出名嘅咩？戰狼啊嘛，係咪？係咩攞個鍋啊砸自己嘅腳啊！一切都係你嘅錯啊！
跟住咧又啊嗰啲咁排俾佢啊，係咪？根本你中你而家香港會考咧，你攞嗰啲戰狼外交出嚟，攞 A 啊，攞硬噶。你咪同我聽歌。係啊，佢唔俾分，你咪即刻戰狼佢咧。我就嚟都寫埋到報紙度噶啦，報紙專欄都要寫啦。一切啊，梗係你孩之寶嘅錯啦，梗係你換佢反斗城嘅錯啦，係咪啊？外資啊，呸，係咪先？嗱，重點喺秦剛呢件事咧。喂，大家見到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嘅主持啊，好多嘅好敬仰嘅阿蕭山大肥哥咧，其實佢哋都講過噶。咁我老友金家人都講過啦。咁啊，佢哋嗰啲咁當然係有內容啦。但係去到一個問題咧，大家唔好淨係圍繞住秦剛本身，圍繞住喺度猜測佢發生咩事咧。喂，好似溝咗唔知咩大陸鳳凰衛視條女啊，跟住又唔知點樣牽涉一啲嘅問題啊。嗱，估呢啲咧，啲兄弟、啲長輩估得噶啦。我哋今日翻嚟國際大棋局係點啊？你要明白佢後面嘅官場文化，而唔係睇個表面啊嘛，係咪啊？即係大家喂嗱，林怡啊，同你講，喂犀利啊！嚇呢張百家樂台，哇連開十局啊，都係莊，跟住殺咗幾多錢？喂呢樣嘢冇用啊！你要了解什麼是百家樂，點解啲人咁中意買？咩叫路？你咁樣你先透徹睇成件事啊嘛，係咪啊 ，Ken 哥？係冇錯。咁所以今日咧，國際大棋局咧，咁啊，將原本阿文俊咧，想講嘢咧，估一聲吞咗先。先講咗一樣嘢，官場文化。咁啊，秦剛呢單嘢咧，首先啊，你要了解清楚秦剛咧，佢同嗰啲頭先我講嘅戰狼外交咧，好唔同噶喎。個唔同之處係乜嘢咧？阿 Ken 哥，你覺得戰狼外交嗰班友咧？頭先我係咁同你講啊，會考攞壓 A 嗰啲咧，排比句啊，又話一切啊千錯萬錯都係媒體嘅錯啊，跟住有乜有七嗰啲，你覺得嗰堆人發表呢啲言論咧，係咪佢自己嘅自我意志同埋思想嚟啊？佢哋係為住習近平嘅外交方向去做噶嘛？佢哋一切嘢咧，就係因為佢係要因應而家呢個時局，係正如你所講。是習主席我們的天朝皇帝他擺出來的款式是怎樣再加上那些人即是那些人民那一個呢現在的意向那些大陸人民你要怎樣令到那些人可以渡過難關呢以前呢有個成語我不知道 Ken 哥有沒有聽過三國時代有一條叫曹操啊是吧那麼帶兵啊跟著呢哇仆街了斷水斷糧口渴就仆街，咁啊唔掂噶，咁如果喂真系咁样讲冧档噶嘛，大家知道你冇嘢食冇嘢饮，喂散嘅老队兵系咪啊？跟住喂，咁你冧档咯，重点打系咪啊？咪俾人借玩，咁点啊？曹操咪会改样嘢咯，唔使惊，前面有好多妹啊，食落去啲妹啊，食完之后咧搞得掂。咁呢个成语叫乜嘢啊？听过记唔记得啊？细个读书读过。王梅子鹤。系啦。其实而家中国咧，成个外交咧，嗰班战狼咧，佢就系望梅止渴食得好简单。喂，我要点样可以化解而家真正个经济危机？点样可以将人民嘅怨气咧发泄咗落去啊？第三个字讲得斯文啲好冇？万人屌啊！阿 Ken 哥，我今日收音有冇问题啊？冇。乜嘢叫万人屌啊？屌日本，屌英国，屌美国。屌加拿大，屌澳洲，全部屌雲，所以咪出現咗我講啲回口攞 A 嗰啲啦，係咪？係噶，你明我意思啊？喂，呢個世界有咩問題？當你出問題嘅時候，你去屌人哋有問題，咪搞掂咯。我係冇問題咯，係咪啊？喂，你啲咪辭職場嗰啲老細話：，點解件事咁噶？唔關我事噶，佢跟噶。阿 Ken 哥啊，我把声好好听，好靓噶，知唔知点解而家录出嚟咁差啊？点解啊？呢个系你 IT 嘅问题，系你 Ken 哥做得唔好，你 IT 嘅问题，你啲设施唔够水准。喂，冇计啊，个台摄紧啊，把声本来靓过萧山嘅，我同你讲，嗱，你咁啊搞掂噶啦。喂，使乜冲出嚟认啫？系我把声又拆啦，食开声又食咗成个钟先讲到嘢。你唔使讲呢啲嘢，佢唔会砸攞石头砸自己嘅脚噶嘛。咁所以即系跟嗰啲人啊，嗰班友其实战狼外交啲人，
佢打份工嘅咋，佢打份工嘅咋，佢唔会攞心出嚟去谂噶嘛。喂，唔得噶，老细，千人屌万人屌，去到最尾就自己扑街噶啦。佢唔会，佢唔谂，亦都唔敢讲呢句嘢。秦刚咧，你要知道，秦刚系有别于头先战狼嘅交班人。佢以前咧，嗱，麻烦大家打开你嘅电脑或者你嘅电话，咁啊输入 google.com 去维基百科睇睇秦刚嘅出身。佢系花咗好多时间咧，佢直情系住英国啊，住外国啊，喺以年计啊。喺入面咧，以往你睇下秦刚未上位咧，未去到而家咁高位置咧，佢个 board 啊，佢写嗰啲 blog 架，即系嗰啲记事啊、日记嗰啲咧，佢有讲喺外国咧。啊，譬如啊，點樣啊？人哋請佢去啲酒莊啊，去招待佢啊，跟住又請翻人哋咩食北京菜啊，點樣啊？你見到咧，其實咧，秦剛呢個位置咧，佢唔係好似打份工咁樣嚟打嘅，佢係好似我哋咧出嚟撈嘢咁，即係俗稱咩叫撈嘢啊？做生意啊？你認唔認同啊 ，Ken 哥？係，冇錯。咁面上你嗰啲從係做生意背景咧？出嚟係做開呢啲啊，人同人之間啊，喂，大家朝頭早啊，你 hi 我啊，我啊早晨你啊，打招呼為生嘅人啦、啊，嗱，我哋俗稱呢叫打招呼為生嘅人。咁有啲咩人係打招呼為生嘅人咧？特朗普就係啦，仲有咧近嘅邊個啊？斯洛文俊咪係咯，係咪啊？斯洛文俊有真才實學嘅咩？邊有啊？屌，去到邊都係啊，同呢個打招呼，嗰、那個打膊頭，呢、這個老友嗰、那個朋友，呢、這個兄弟。跟住谂下点样将啲事咧啊你有啲唔啱，你又有啲唔着，不如睇下点，大家用个好啲嘅方式嚟到去搞掂佢啦，搓翻完嗰波，咪搞捻掂咯。系佢哋都系呢一班叫做话打招呼为生嘅人咧，都用呢个思维嘅，即系老一辈啲老人家讲嗰啲系叫乜嘢？世界仔啊，系咪啊？唔通我而家同你上台倾讲数，喂，谈你有明知啊，大家有啲唔着噶。我真系上到台啊，都仲喺住块面一句指住你个鼻啊！你个扑街拿石头砸自己只脚啊！一切都系你嘅错啊！你个扑街点解错？因为你系美国人，你就错啊！你咁样叫倾偈咩？倾唔到噶嘛，系咪啊？就算你食硬人啊，你出嚟呢个世界去讲一件事，去讲数都要有道理有理据啊！咁所以秦刚嘅出身咧，你睇一睇咧，其实佢就系喺外交部嘅。佢同佢喺多年咧，其實佢同外國接洽咧，唔止係國務上，佢自己本人咧都係有同佢哋個實際嘅交情，即係好簡單啲講，佢知你個風格，佢知你個 style 係點嘅，跟住佢咧就叫做對住中國人咧，對住啲平時嗰啲平民啊，對住啊企到上個台度啊，佢你要佢戰狼咧，佢都可以嘅，戰狼式嘈佢兩句咯，但係出到去咧，佢就一定唔會嘅。你認唔認同先？阿 Ken 哥，冇錯啊。所以你見到其實秦剛咧喺呢段時間咧，佢老哥上位之後咧，係咪好似之前咁樣嗰種咧？喂，一個禮拜啊，屌你幾十次先，有啲咩事都屌我先。佢唔係咁樣嘅，即係嗱，人哋就會覺得哇，係咪温和多外交部？其實唔係啊，佢呢啲先係正確搞外交嘅人嚟噶。你出嚟撈嘢，你要傾得成件事，你要叉掂啲數。你唔可以真係咁惡噶嘛？喂，唔通我同你講啊？喂，我舞刀弄劍幾十年，我下下出去帶把槍出去劈人咯。咁人哋係驚把槍嘅，唔係驚你啊嘛？係咪啊？咁如果而家我出去同人傾，你當我帶把槍出去同人傾，我知道自己把槍咧根本有生鏽，係咪啊？金屬皮我又咬噶啦，嗰把嘢老祖宗留落嚟我度咧掹出嚟啊！你唔好話斬人啊，擺個 pose 都未必掂嘅時候。咁我会点啊？我咪照带出去咯。但我梗系唔亮剑啦，亮剑咪扑街咯。好清楚啊嘛，系咪啊？咁跟住所以出去咧，第一梗系会收起把剑啦。第二，喂，你觉得啊？斯洛文俊出嚟捞嘢咁耐，唔通真系讲我啊？边讲都恶噶，出嚟净系同你讲我嗰啲，边个有好收场？系冇人有好收场噶。你做生意啊，系做乜都系。你认唔认同啊 ，Ken 哥？啱啊！你亞扎得嚟，邊個肯同你合作啊？所以你一定就係咧，斯洛文俊出嚟咧，上台傾生意咧，無論啲生意同我講咩，係正規唔正規，乜柒都好啦，都係擺出一副咧，大家去磋商嚇，一齊睇下點樣去努力經營，
一起将个局面做到最好，达至双赢啊。嗱，呢个其实呢个双赢思维咧，喺中国嘅外交部咧，一直以嚟咧系欠缺咗啊。就是因为原因嗰班打工嘅人咧，即系好似嗰啲啊，以前好犀利嗰啲咧，下下都喺住块面啊，乜嘢都话啲记者乜嘢闹翻佢，你话乜嗰啲，嗰班人咧，佢真系投入咗一个角色 cosplay 咗落去，嗰啲唔系外交部，嗰啲系乜嘢啊？系硬邦邦嘅上台讲数，就好似你见到一个实 Q 咁。个实 Q 佢点会同你讲啲有技术性嘅嘢啊？佢点会同你讲公司发展啊？佢唔会同你讲呢啲嘢啊嘛？佢只会同你讲我要维持现场保安、现场嘅治安。所以我系个保安员，佢冇脑噶嘛？呢、这个就系秦刚点解你话喂佢外交嚟嘅？成件事其实成个官场出现咗冲突系乜嘢咧？就系佢去到呢位，佢不停去做紧啲嘢咧，好似润滑剂咁样。磨滑紧嘅，即系佢好清楚啊，同埋秦刚比较年轻，佢好清楚咧，你拣咁样硬邦邦咧，除非你而家换转咗，你系世界第一军事同埋经济强国，而且系凌驾于其他第二位咧几倍嘅，你同一时间可以同几个国家开拖嘅，你够呢个技术、够科技、够兵力、够个军备去震慑另一个国家嘅，你又可以行呢套啊，佢知唔得噶嘛？你知我知秦刚知你屋企啊个小朋友都知啊，所以一直以嚟咧，其实咧佢真正冲突，喂你同你讲太多有咩？你系咪出去搞条女啊？乜七嗰啲？老实讲啊，即系中国你做得官咧最清廉，边有话搞女人噶？系咪先？简单啲讲，搞女人呢啲算啲乜啫？乜喺上唔到大台嘅嚟啊嘛？个问题就系呢个人嘅意识，同埋佢一直以嚟咧就陷入一个问题。当你啲人咧，有时你啊，好似一个韦小宝咁样咧，两边去咁样周旋嘅时候咧，如果系一啲精明嘅皇帝啊，好似以前啊咩韦小宝同康熙嗰啲，喂佢啊知你嗰一套啊点啊，甚至乎以你嚟到去制服一啲佢觉得好难搞对象。但系如果去到一啲咧，即系叫做话唔系咁清醒嘅人啦，佢就会觉得你系间谍咯。啊，你个扑街即系动我啦，系咪会咁样谂啊？嗯哼，所以大家明白个意思嘛？跟住同你讲，你话如果唔系喎，凤凰卫视条咧，凤凰卫视系咩嚟噶？凤凰卫视系咩嚟噶？凤凰卫视系国家系统嘅背后，佢系等于外宣部嘅，所有嘢系直接 in charge 嘅，唔系净系外交部 in charge 嘅。凤凰卫视系乜嘢啊？系嗰啲咩国安国保嗰啲，全部直属喺呢个国家级噶。唔同你 TVB 啊 ，TVB 你快含啦，两个性质唔同噶，所以嗱，你唔好当佢凤凰卫视啊，入边有条女啊，又话又做记者做乜嘢都好，你唔好觉得嗰个系统咧系咁容易出事嘅，佢唔会俾你系咁容易咧，好似出面一般电视台、地方电视台咁样咧，搞啲绯闻啊，搞啲乜嘢，就算喺都好咧。烧埋身都唔会烧到秦刚呢个级数。早排咧，记唔记得咧？有个即系都已经过气嘅高官啦。咁啊，姓呢、这个叫咩啊？咩高丽啊？都唔记得咗。跟住搞一个打网球嘅，记唔记得啊？记得。跟住后屘单嘢咧点啊？不了了之咯。如果净系女嘅问题，根本就冇问题。何况佢一直以嚟。promo 出嚟嘅形象非常正气啊！有老婆仔女一齐住喺外国，又做啲外交工作，了解外国文化，宣扬中国文化，系咁啊嘛，系嘛？同埋你睇佢有时人咧，有啲嘢样睇啊，你点睇啊？秦刚个样都唔系咁咸湿啦，系咪啊 ？Ken 哥，冇错，我个样咸湿过九倍。佢似唔似系嗰啲啊？出去啊，跟住。有啲咩抛个身出嚟啊？跟住嗱，我话乜乜，我话几犀利，所以我今晚啊要瞓你，今晚要喺张床度搞你。佢唔系啲人嚟噶，你点睇咧？其实咧，秦刚咧，佢系好俾心机做呢个韦小宝式嘅工作，但系而家出现个问题咧，就系、是、嗱最大镬咧，其实你当你君主集权，其实系两个政策嚟嘅，第一。以前咧有冇听过细个读书有冇读过强降弱支？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系啊。而家阿习主席咧，其实佢就系行呢套噶。嗱，即系今日讲唔晒噶啦，我揾你又会讲地方经济嘅问题啊。咁啊，行呢套嘅时候咧，你秦刚呢一套咧，一路帮佢缓和紧咧外国关系咧，另一方面佢觉得咧系有损佢形象。所以咧，呢个冲突系佢哋两个人中间咧，嗰个叫做话处理件事个表态上一个矛盾位嚟嘅。而呢样嘢，如果你秦刚咧系叫做始终年轻啦，后生仔啊，如果你老一辈老油条啲嘅，你应该系一早咧系你要俾其他身边嘅大家咁高咁大主要领导人都好，直情如果系我咧，我搬捻去北京住。我坐喺佢隔篱，我又系对住佢，佢又同佢讲闲言嘛，我又讲一堆，直韦小宝套啊！你明唔明啊？我明白你意思。韦小宝最倾得偈系边个啊？咪康熙咯，跟住点啊？咪屌埋人哋个妹咯。你系要做一样嘢系咩啊？所以人有听众问我，诶，点解咁耐唔讲电影？我把声咁样点样讲啊？睇啊睇咗好多啊，好似而家 Marvel 嗰套新嘅电视剧啊，秘密入侵啊嘛。你要一样嘢，当你去化呢个小人呢个结咧，系点做？你自己都要变为小人啊，你先化到噶。如果唔系你点挡啊？喂，其实历史一睇啊，讲到好犀利嗰啲啊，什么以前啊，睇电视剧咩纪晓岚啊，咩嗰个咩刘德华做嗰个咩啊，咩唐朝嗰个咩啊，武则天咯，系咪叫狄仁杰啊？系啊，狄仁杰。甚至乎去到啊呢、這个，唉、哎，犀利啊！黑社会点解有白纸线咧？听讲白纸线系军师啊嘛。白纸线边个揸啊？诸葛孔明啊。啊。诸葛亮咪白纸线咯，屌！我甚至乎诸葛亮佢自己都搞啲鬼嘢啦。佢会唔会一句喂我大佬我喂孔明喎、啊，诸葛亮喎、啊，天下第一神算喎、啊，军师喎、啊，跟住仲有喎、啊，有啲乜嘢我巴闭喎、啊？喂，大佬，刘备又未弹起啊！我已经喺佢隔篱出谋划策啦，系嘛？喂，冇用噶，佢都会搞啲嗰啲啊，出师表啊，细个读书都读过啊，佢自己都会同刘禅都会保持一个永远嘅沟通联络，等佢喺听其他小人嘅意见之余，永远对你系有一份特别嘅感情同埋信任。嗯，系咪要咁啊？孔明而家就系咩事啊？佢应该冇去建立到呢样嘢啊！佢工作好出色，好叻仔。佢冇谂办法点样同阿主席同皇帝啊保持呢一份韦小宝同康熙、诸葛亮同刘禅嘅一个关系啊？佢润滑咗公事，佢冇润滑到人啊，所以咪俾啲小人搞鸠死咯。即系唔需要睇咁多啊！咪喂，凤凰卫视条女几靓啊？跟住话嗰条女又系咩双面价碟咩？唉，有时做得传媒电视台，你识咁多人。你唔喺都俾人话你系噶啦，系咪啊 ，Ken 哥？冇错，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江湖就系咁噶啦，江湖唔系净系出嚟黑社会嗰啲叫江湖，你所有嘢都系江湖，做事系江湖。李嘉诚出嚟呢个生意咧，佢都系叫江湖，系咪啊？就算你唔需要分噶，有时啲嘢其实喺出嚟碌咧，你最紧要你做好清楚自己本份工作之外咧，你要。清楚了解你而家同佢夹嗰个或者你嘅顶头上司，佢系乜嘢性格？你同佢要点样培育一个咧系独特嘅关系？呢样嘢系必须嘅。如果唔系有咩事咧，你系躲唔到嘅。佢而家就系陷入呢个躲唔到嘅阶段。呢个我睇法嚟嘅。咁啊 ，Ken 哥，你补充下先，我一饮啖中药先啊，顶。好。咁啊，有啲小道消息出现咗啦。咁就趙立堅老婆啊，早前就喺微博啊，就喺度講，好開心喎、啊，哈哈，好嘢，真係好開心啊，咁樣啊，即係今日係個好日子，借個小視頻用咁樣啊，就係、是、啊趙立堅笑得好開心個樣啊，咁啊啲人都覺得呢一段嘢就係可能係趙立堅上位嘅時候啦。阿 Ken 哥啊，係佢老婆咩人嚟啊？佢老婆我答你啦，你谂唔到啊？佢老婆徐小凤嚟噶嘛？仲唔出嚟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咩？
系系咪啊？首歌叫喜气洋洋啊！唔识嘅走去攞翻只 VCD 啊，唔系 DVD《古惑仔》第三集有噶啦，听下啦。其实呢啲都讲都费事啊，呢啲讲嚟把捻咩？即系我上台倾生意，做正经嘢，我妹喂搵条女出嚟，跟住啊条女靓唔靓咧，傻唔傻咧？条女今日搽咩指甲油啊？屌女人行开啦！诶，仆街黄标啊！诶，对，我尊重女性嘅，即系我咁讲先，系咯，即系唔需要睇细小事，亦都影响唔到乜嘢。即系喺我角度，即系老惊震惊烧炮仗嘅，行开啊！嗯，而家做正经嘢啊嘛，而家讲紧系点样拆个局啊嘛，系咪啊？屌你讲啲乜嘢出去吹啲乜嘢，吹流风啊，讲是非非啊，点样嗰啲咩争上位嗰啲？你啲仆街喺啲咁嘅时势仲谂点争上位？你不如谂下点样真系出力去救呢个国家啦？呢样好紧要啊！正如香港啲人成日讲啲黄丝黑布，跟住咧要打呢、這个打嗰、那个，几时都唔安全。你又最安全啦，系咪啊？咁点啊？你唔做好啲正经嘢，不停走去为咗你呢一个口号走去执嘅话，香港咪死咯，咪挂到系仆街咯。我昨天讲咗啦，最紧要系出嚟搞经济人啊嘛，都唔出嚟搞，又喺度吹埋咁嘅风，拉呢、這个拉嗰、那个，你拉晒噶啦，已经赢噶，你赢咗噶啦，不如吞并其他部门啦，一百万余红啊，系咯，屌一百万余红算啲乜啦？俾我一百万咩啊？美金，诶，出出个世啊！仲有啊，屌啊！我派啊吴京去啊，活捉袁公仪。咁你真系战狼外交系嘛？派吴京出去系嘛？将袁公仪带翻嚟，翻中袁公仪都系鬼啊！屌，诶，冇乱讲，冇乱讲。屌，即系有时啲嘢嗱，今日唔讲香港嘅大事啊，即系大家要清楚个形势发生咩事。喂，我哋个节目叫咩啊？国际大棋局啊，系咪啊？国际大棋局，你要知道入面几多只棋，点样行，点样分布噶嘛？嗯。你要清楚，你要清一件事个棋盘发生咩事，而唔系而家你拎住只棋，你当拎起只象棋，去睇只象棋啊，兵又好，车又好，将又好，啊只棋咧都好旧啦，好残啦，诶只棋咧睇落去咧，啊个表面咧有啲甩色嘅，咁关盘棋咩事啫？系咪啊，Ken哥？冇错，不过你讲开嗰样嘢咧，我接触唔少老板啊。身边都有好多呢啲牛鬼蛇神。咁有一次，我印象中最大嘅一次就系、是，即系嗰阵时我有个 friend 帮人哋做营运嗰啲啊，系，咁啊同佢搞档生意啦。咁、那个老板咧就冇乜嘢嘅，但系咧我都注意到，我有同我个 friend 讲过嘅，喂小心啲喎，佢老板，你嘅老板系好耳仔圆，同埋佢身边啲 friend 咧系好多牛鬼蛇神，你要睇住。咁我 friend 话：，诶，冇事嘅，冇事嘅。结果就临尾濑咗一嘢咧，连间公司都冇埋。就系听佢身边啲牛鬼蛇神讲个老板。老实讲啊，出嚟咧做咗几廿年人咧，一定好清楚一样嘢。你作为一个老板，一个 leader， 一个领袖，如果你都系下下咧，呢、這个讲嘢一忽，嗰、那个一忽，你条女讲完又一忽，扭嚟扭去，你做唔到大事嘅。你翻屋企含啦，你做咩老细啊？因为你做嗰盘生意唔使用人咪得咯。你开间超市求捻期入嚟买个午餐肉啊、五香肉丁啊、公仔面啊，端完走啊，你咪唔使用脑咯。呢、這个世界有几可啲生意系唔使用脑噶？所以琴日有听众留言，阿文俊，喂，你不如唔好去继续拼搏啦，唔好去做生意啊咩啊，退休啦。我点退休啊，大哥？系咪啊？你如果而家系咪啊？喂，中咗头奖有嘢唔使做，老细又催我唔涨，咁咪退休咯？系咪啊，Ken哥？睇下几多咁多保先啦。咪系咯，大佬，即系有时呢个世界好现实噶，人咧梗系好现实噶。即系问老喂大佬，唔通我十亿摆喺身家，仲要做咁辛苦，梗系唔会啦。国际大型局都唔实做啦，请人做啦，系咪啊？嗯。有时啲嘢，但系问题，你起码你个人喺个江湖上拼搏，你仲对你嘅生活，对你成个局势啊，你仲系有呢个掌控，同埋呢个斗心啊嘛。
咁你下下出到嚟，你作為一個頂班大佬，唔通你覺得啦？啊，以前啊，我先講啦，引用翻啦，三國時代啊，阿曹操啊，望梅止渴啊，唔通佢隔離佢夠多朋友仔，夠多兄弟班咯、啊？唔通你呢個軍師講兩句，佢又扭一扭？你夏侯惇啊，大將軍嚟喎，講兩句又扭一扭，咁啊，你咩五虎良將啊，張遼講一講又扭一扭咁啊？咁打咩天下啫？打條毛咩？系咪啊？点解？因为佢决断力系要最高啊嘛。嗯，系嘛？其实佢唔差过其他军师嘅、啊，差过咩？唔差，大把叻人喺身边，佢自己都要叻人嚟噶嘛。你一路做啲插边，呢、這个讲一个啊咁，你条女讲一讲又咁啊。做生意最忌嘅，最大忌嘅，你知唔知冇间公司系边个蚀底啊？你又先有讲，系你嗰个朋友嘅老细蚀底啊。系啊，盘基业系你嘅仆街，系你嗰啲兄弟嘅咩？是你的盤基業，你連自己盤基業都守不好，你做什麼老闆啊？回去開士多啦，回去含啦。所以我的結論跟你一樣，屌麻撚。係啊，喂，即係嗱，所以咧，大家知道咧，聽完你就清楚，啊，點解會出事咧？同埋嗰個深究，究竟嗰個問題喺邊度咧？即係個痛點喺邊度啊？早生成日講啲痛點啊，你要知道啊嘛。你唔係睇好表面嗰陣啊嘛，咁至於嗰啲啊，你嗰啲講啲邊個老婆講啲乜，點樣出個微博啊，點樣出個朋友圈，點樣嗰啲，唉，嗰啲閒冇嘢就瞓唔著嘢，我咪睇下咯。阿雞哥，咁啊，今次你嚇有冇補充？如果冇咧，就林，跟住咧，我哋下次翻嚟簡短啲，因為要講一講一啲嚇而家社會上嘅問題啊。我哋下次翻嚟好嘛 ？OK， 好。好。